候回来啊？快了快了快了，月子做得很 OK 了，现在很漂亮嘛。那天爸爸去看他，他躺在床上，他躺一头，我躺一头，两个头对头在那里聊天。哦，天伦之乐，对啊，天伦之乐哪有错？白痴哦！那我女儿那是天伦之乐啊，对。他不可能换爱的摩天轮。爱的美丽转圈圈。你还没有产后忧郁？没有没有啊，好的不得了，那人生那么满意，有什么好忧郁？老公长得像韩星一样，对呀、啊。那如果不想回来啊，想要复合？哦，他可怕的地方是有讲一个，他讲完以后我才稍微有点忧郁。他跟我讲，爸爸，我生完了第一个，我想生四个。哇！我说不要了，不要，最多两个 ，please。真的想生四个？因为四个孩子恰恰好。对，然后台湾是全世界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个人呢又扛了四个，好累哦。对，但是真心真意，爸爸给那个孩子们最大的礼物就是给他们这么多的兄弟姐妹。好吧，你出事那50万还不是生理姐姐借你？对对对，还好了吗？还的差不多，在进度上。真的觉得那个孙子跟孙女一样可爱，可爱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孙子跟哦一样可爱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，真的，对啊，那个超可爱，抱着都不想还人家了，对啊，我觉得很聪明啊，很聪明，就是才那么小，一直看、一直看，一直在观察那种感觉，对对对 ，Q， 对，然后我发出声音，我身上可能因为我要跟他们讲话都要再借沐浴。要不然雪茄味太浓。对呀、啊，不给闻，但是他我的味道还是比较重，有那个一点雪茄味，所以呢，你看，会抬过头来往后看看我。哦，还是他喜欢雪茄味。哦，不不不，淡淡，他仿佛在跟我讲，你身上流着我的血液。反了啦，哦反了，哦我身上流着他的血液啊，他身上流着我的血液。相反了，所以很开心，最近的喜事频传嘛，那。